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妈，我是九爸。今天是2022年 Austin 复活节的第一天，我们宝宝的第一个复活节。现在有点下雨，但我们俩还是在雨中漫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昨天的吧？对，昨天买了一个在邦到老城的 Too Good To Go， 是一家叫 MM 的德国廉价的连锁的贝克汉面包店。我们想看一下廉价店的 Too Good To Go 长什么样。4块钱，宝宝今天非常的兴奋啊！今天早上一个上午都在哄睡，哄了一个上午到中午，他睡了半个小时就醒了。充电5分钟，对，放电2小时。好，我们就继续走了，希望这个雨不要下大啊！好了，经过我们一顿埋头猛走，在早到了10分钟，现在是3点40，我们是3点50可以拿。这家店有个很神奇的地方，它就有10分钟的时间窗口给你拿，从3点50到4点，如果你错过的话就错过了。九妈都走了累死了，她走了手都酸死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今天的确天不是很好，飘了一些雨，地上都湿了。老城人不多，毕竟是今天没什么店开门，类似于周日。宝宝已经睡着了，终于睡着了。就是这家 MM。以前我们住在小劳动某个的时候也有一家一模一样的，它是那种廉价的那个连锁的德国那个面包店哦，他们还在招人，不过是要做招的是全职工。这家店东西很便宜的，相对很便宜，下面这种蛋糕只要1.6块就要1块，然后草莓蛋糕是2块钱。好啦，终于到3点50分，酒吧进去拿了，里面等了很久，那个小姐姐还在装，我估计是酒吧跟他说我们吃不掉那么多，但他还是要给4块钱那么大3包面包。酒吧出来了，开个面包店了，我觉得。哦，他给了我超多超多的面包，我觉得加起来50块钱，不开玩笑了。那个东西3.9块一根，他就给了2根。这一包甜的，这一包全部夹东西的，这一包是所有的不夹东西的面包，包括一只大的那个，这太夸张的多了。好了，我们到家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4块钱的 Too Good To Go 买到了一些什么面包，做一个小小的开箱。这次我们总共拿到了3包，其实每一包几乎按照我们的以前经验就是一次 Too Good To Go 的量。一包是咸的，就是夹东西的，一包是甜的，全是甜的，还有一包是不甜也不咸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些什么。首先两个可颂，一个劳伦斯当的，又是一个可颂，上面有 Kaiser 的 Kaiser Cushion， 两个劳伦斯当的。这是什么？普通面包。好，是两个可颂，这里面香肠，这可颂里面还夹着香肠，那都是各种各样的小面包。三个可颂，来拍卖一个，又是个小面包，还有一个小面包，是当的，这个是那个最便宜的，好，这个最便宜的，那是玩意儿喂鸭子的，这是，哦，这还有个大的那个大脸巴，切片吃的，好的，好，这就是那一包就是蛋的那个面包，就是夹东西吃的。我们看一下咸的有什么，先是一个夹肉的，加一个新啃的，我不还有一个素的 Kaiser 黄瓜和番茄，还有一个这种莫扎黑拉番茄，还有一个莫扎利亚和番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甜的有些什么，一个爱心的 Donuts 甜甜圈，一个巧克力面包，一个甜的可颂，里面不知道是 Marzipan 或者什么，然后还有个 Quark 的面包，两个巧克力的可颂，两个那种怎么说呢，芒德，然后夹那个 Pudding 的夹心的甜的面包，还有一个 Toys 巧克力和普通的，还有一个那个甜的像饼放到这算了，还有一个碎掉的Schwein， 哇，就这样像山一样的。对，其实我拿的时候，我拿到第一袋的时候，我以为我要走了。他说等一下还有一袋咸的，咸的拿完以后，他说等一下还有一袋甜的。他让我问了一句，你是第一次来吗？我说是的，你以后还会再来的。哇，这是堆成山的面包，只要4块钱，根本吃不完。其实根本吃不完，其实这对其实有点浪费，但是我们会分给邻居吃的，尽量不浪费。我再吃个面包呗。舅妈实现了面包自由，我知道他内心朋友多开心。对着一盆的面包在那里吃，我很喜欢吃面包。是今天第几个面包了？第4个。你已经吃了第4个面包，而且今天晚上开始他已经吃了第4个面包。晚饭。舅妈超喜欢吃面包。